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天我将化身成为 L 的美肌博士，和大家一起对抗肌肤最大的敌人——时间。Let's go！嗨 ，Mango 老师。Hello， Kevin 老师。现在女性其实非常的忙碌，通常都是工作跟生活、家庭两头烧嘛。所以呢，这时候除了你的身体会觉得很疲倦之外，其实你的脸也会感觉到疲倦哦。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女生都会增加很多的营养食品的补给，比如说你早上要吃 B 群啊，中午吃什么胶原蛋白，晚上还有很多很多。最重要就是要让整个的身体充满能量，但是。这两瓶也可以帮助我们皮肤补充能量。好，那首先大家也看到我手上这一瓶迪奥的精粹再生花蜜微导精乳，可以看到它的质地，它是一个独特的精油精华质地，那它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微营养素，所以非常受到台湾女性消费者的喜欢。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量的补给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你要抵抗污染，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嘛，那其实我们皮肤很容易累积毒素，所以你擦好的保养品都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如果你要对抗毒素的话呢，就非常推荐这瓶迪奥的极效复活精粹。那迪奥在这两年呢最畅销的精华产品呢，在今年的母亲节呢推出了加大容量版本哦。哇，我还发现了这个迪奥的超完美持久气垫粉饼，它里面装的呢就是迪奥非常受欢迎的这个超完美持久气垫，也就是它是柔雾的妆效，在即将来临的夏天，它可以让你一整天维持完美柔雾妆感。母亲节档期呢，其实品牌不但会推出很多的特惠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迪奥在不同的通路推出了不一样设计的限量版的包包。今天 Kevin 化身 L 美肌博士，一起为大家对抗时间的敌人，加油！